我要去找喝茶的，找半天没找到，我干脆就问一下这个服务员吧。哎，大哥，大哥你好，我问一下这个人民公园有没有就是当地的老人喝茶坐着喝茶的地方，在什么地方？有啊，在国民河边船头多得很。这往那个方向走是吧？哎，那里头也有。那里面有，那人多一点。人最多的还是在那边河边上是吧？哎，河边茶楼，河边茶楼，河边茶楼，国民茶楼，国民茶楼。哦，好，行，谢谢你啊。这里有河吗？我刚才走过来没看到有河呀。嗯，管他了，走过去再说吧。我说了，我大概能够听懂四川话的80%吧，还有20%听不懂，就是那关键的几个字。嗯。别人说成都人啊都是慢生活，这来了不相信啊，这到了公园能够明显感觉到坐了这么多人嘛。你说因为快节奏的话谁要往公园里面去转呢，对不对啊？那边看到了，那有很多那个藤椅板凳，用竹子编的，那个那边呢还有那个亭子。哎，往这边走可以吧？走到了，这个应该是北门吧？好像是人民公园的北门。那两个广场和那个中海那个楼还没来。这儿。哇，这里好多那个。竹板凳儿，这上面有个啥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没看明白。我们叫他们做生意的，买一杯茶，这个每年是每个月。哇，这就好多，真的很多啊！这里有河，有河。那刚才听对了呢？他是说有个河吗？是河，不是个啊。你看这还有很多年轻人呢，你看这，哇，这么多人嘛。看一下价格，凤鸣手工毛峰是18块钱一杯，28，七湖龙井28，碧螺春25，竹叶青28，早茶是7点到10点3块钱一杯，三花茶，这是花茶，80岁以上的免费啊！哇塞！这么多人，想找个位置好像还挺难的，还要能吃东西中午。为什么这里这么多人呢？刚才看到的那个不是人很少吗？这个喝茶的市场确实大哈，你看座无虚席呀。这你不管他是游客还是当地人，这确实坐满了是事实吧，吃加饭快一死。而且哎，再次重申啊，现在是非周末呀，非周末呀，天哪，没位置坐呀，我想找个地方都没有啊。我看桌上都会配一点瓜子啊，水果呀，有的会点些小菜在这里吃，嗑瓜子。哎，这边不是很稀啊，非常稀。
好热闹。找一下。哎，要不然这我一个人还真的蛮尴尬的，一个人占一个位置嘛，这是本来我感觉他这个位置都很翘的，座无虚席啊。我转一圈转出来了，没有发现位置。哦，是。天哪，是挺尴尬的，这没位置坐。这里面好像也可以啊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位置。这里面还没开放啊，它是逐步开放的，看没？这外面坐满了以后，它才会开放那边的一个广场。这已经，这边来，这边来。干嘛？想不想干？想多去看。那我刚才看到那边很多空的，就是坐满了才会往那边，它不会零星的让你随便坐的。哎，可以进去坐吗？这是喝茶。来这边买票啊，喝茶看戏的。哦，是看戏的是吧？哦，这收费不一样吗？58-68，包茶包戏。哦。这边买票进喝茶。哦，这是要看戏的。难怪我搞错误了，那边是因为要看戏，价格贵一些，有一定的看戏的收费，58的里面啊，这边就是纯喝茶的哈。所以这边就人多，是这个原因。哎，这喝茶难的，你看到没？跟刚才的咖啡，和那个宽窄巷子里面咖啡比起来就是不同，看到没？到成都来你就得喝茶，不能喝咖啡。茶的位置一桌难求，咖啡哪都可以喝，是吧？我转了三圈，我没有找到位置。我在想一个问题啊，这能不能拼桌呀？和别人拼？我看有的桌子坐满了，有的桌子一桌就坐了一个人到两个人啊。问一下。哎，你好，大哥，您这有还有就一个人吗？我能不能坐在边上跟你拼个桌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啊，我拿个凳子是吧？啊，我问一下，这要找服务员是吧？自己找。哦，哎，你好，我能够和这个大哥拼个桌子，坐这里能拿个凳子吗？我一个凳子，你要找那个浅蓝色衣服的衣服。浅蓝色的衣服是吧？哦。哦，我就问一下哈。哎，你好，你负责这边的吗？啊。我这边能不能，这里能不能拿个凳子呀？那没凳子。可不可以给我凳子，在那边拼个桌，跟那个那边一个大哥啊？几位？我就一位。好。那边桌子也只有一位，找半天没有位置，你生意太好了。我这个凳子是，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个呀？哪里可以坐？上面可以坐。妈妈，上面拿，我给你摆一个。那和别人说一下吧。你来，我给你第二个。哦，他说跟我安排，跟着走。刚刚和那个大哥都说好了，真怪不好意思的。哦，这样子，一个特桌。可以不嘛？可以，没事儿。有位置就行，感谢。喝什么茶？喝什么茶？好，我看一下啊。哎呀，小美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我看一下，谢谢啊。那茉莉花茶吧。好，这个、我找你付款嘛啊。哎呀，好，就只有喝茶的，还有别的吗？哎，其他的都是另外买的。然后可以啊，怎么买呀？单独不在吃什么？不在这里买吗？不在这里买。哦。主食。比如说凉面啥的。穿深蓝色，那个穿深蓝色衣服的服务员给你点。啊，深蓝色衣服的哦，你们只卖茶是吧？只卖茶。哦，好，行，那就这个先把这个茶给你们付了哈。你看见我帮你叫嘛？你看见你也可以叫。好嘞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找我。好。28，哎，很快。
终于有位置坐了，感觉是一个小板凳特桌啊。哎，特桌呢，哎，这除了上学有加特桌，哎呀，这还头一次吃饭来感受特桌的，就是要享受自己的道。哎呀，这里一般都是可能是三四成群的人在这儿聊聊天啊，唠唠嗑啊，这一个人的比较少一点。比如说旁边的这个，哎，不对，旁边这个美女就是一个人。哎，其实拼一个桌也挺好的哈，互相聊一聊，和不认识的人聊一聊，不知道的故事也是很不错的。嗯，好香啊！啊，你看着这里茶不贵吧？我隔壁桌的那个大哥，桌上放的是中华的烟，看能不能拍得到？看到没？那个红色的中华的烟呢？来点餐来。他这里啊，好像有两个服务员，一个是浅蓝色衣服的，就是倒茶的，还有一个是深蓝色衣服，是点餐的，比如吃小吃啊干嘛的，还有一个穿灰色衣服的，就是做卫生的啊，各其所职。嗯，你找喝茶的呢，他不会给你点餐的，你找点餐的不会给你喝茶，但主要是那个深蓝色衣服的人好像看到的特别少，好像不是。就没有浅蓝色点茶的服务员多一样的。嗯，这好不容易看到一个，我逮到了，我等会儿要喊一喊，很多人都在找。哎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位置是吧？慢慢的，哎，就是打发时间。我就准备在这打发时间，打发过去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别慌别慌，到这来就是要学会慢下来。他在那边点。你好，嗯，看到我了，嗯，就这个衣服，这个是深蓝色的衣服的。你好，我点点小吃。不知道等了多久，时间过得就是那么的慢。凉面，然后这个是粉子醪糟啊，在这儿甜品。嗯，今天的中餐就是这了，就在这里打饭了。还是这么多人啊，我这不做到天黑，我心怎么可能干呢？现在已经5点了，我真的有在这儿待了一下午，从下午1点一直待在这儿5点，而且在这儿待着没有一种负罪感，就是完全浪费时间的那种负罪感。我在这儿坐了一下午之后睡着了，眯了2觉啊，就是这十几天来最悠闲的一天，因为。你眯着了，醒了以后眼睛一睁开，发现旁边还是那些人啊，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些人，所以你又没觉得啊着急的要赶往下一站，因为大家都在这儿浪费时间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哈、啊。
不会让别人觉得很着急，你站在一个位置站那么久，没有，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还买的瓜子慢慢嗑慢慢嗑，是吧？可以。唯一的坏处就是要考验肾，我坐一下午喝了那一开水瓶，应该有2.5升到3升的一个开水瓶，喝完了没去上厕所，就虽然肺不好嘛，这肾还可以哈，这一次，所以现在要去找厕所，然后今天慢慢悠悠的成都之行就结束了哈。好了，拜拜了，我找厕所了，拜拜。